魔宫奇缘儿歌弦乐合奏。三、练习曲长拳功和长半功。用脚打拍子。拉弓时，双脚可与节拍同步。每个节拍有两个运动组成，向下运动和向上运动。一拍的记号是下上。现在，让我们练习一些特定的功法。第一种模式是拳弓演奏地弦，这是从弓根到弓尖的连续运动。第一首，用拳弓拉地弦。第二首，用拳弓拉 A 弦。第三首，用下半弓拉。第四首，用上半弓拉。交换半弓与全弓，竖拍子，拍子更好是用数的，再四拍子，每小节是从一数到四。第五首，第六首。第七首，第八首。